请收看《卫星世界》，卫星正道。请问一下，你是哪一个道场？我是院里道场。院里道场啊，您是第几班的？我院里道场初级六班，我初级班的。哦，是是是。对，什么大名？木子李，李美云，是李师姐嘛？哈，我刚看你一直在秉这个文书，这是下面换的文书。哦，这是我们今天院里道场来这边共修的文书。哦，是是是，对对对，共修的文书，秉这文书，最主要证实一起下面。就是。以那个今天来这里所诵的经典，回向于我们堂上历代祖先这样子，是是是。所以你是新学员，我看你很用心的。哎，没有啦，谢谢谢谢。上课上多久啦？初级班刚结业。哦，初级班刚结业啊。哦，是是是，所以你已经快要升上戒班了吗？目前是没有上正期班。嘿，对。为什么不爱个戒修？因为还没去出发，有很多种种因素啦。是是是，对对对。对，不过就是你这种因缘还没记住的时候，先暂时把时间放下，没关系。但是我们所有的一些法会呀，所有的活动呢，我是希望说师姐可以像你现在找个时间来参加。会啊，通常我都有来，比较多。是是，有时候是当志工。是，对。那今天来共修，听说是早上送了好多经典，你记得吗？安心真经还有地藏经。嘿。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第一部天德经我没有送到这样子。哦，是是是，对对，因为我有一点晚到这样子。哦，那你下午还会继续共修吗？会会会。哦，太好了。等一下还要听师父上课。哦，共修这样子。是是是是。所以你看看哈，进了宗门，那你觉得说这两年来初级班，你内心得到的最大的改善是什么？改善很多，然后我自己的感应也蛮多的。比如家庭、小孩、先生，还有个人，就是待人处事各方面得到很多。是，对对，很感谢师父，然后也感谢王昌老子师尊的保佑庇佑这样子。所以我们女人家一嫁人了以后，都是希望祈求一个家庭的圆满呐。哈，那但是多给我们跟谈恋爱其实不一样，因为这不是两个人的事了。是差很多，要经营一个家庭真的是不容易。不容易。对。可是自从进到我们维新中。我们的微信中真的改善很多，真的受益很多，真的真的真的蛮鼓励大家来进我们的宗门这样子。嘿嘿，你现在几个小孩？我两个小孩。我看不出来。我的老大在当兵了。嘿，啊，我有没有听错？也很感恩观禅师尊老祖的保佑，离我家好近好近。哦，是啊是啊。然后你几岁结婚？我很好奇。20岁。然后我又祈求老祖师尊保佑，就是能让他当他比较适合的兵种。啊，真的他是文书比较厉害。哎，真的蛮满愿的。真的真的是蛮满愿的。是是是。对对对。所以你应该相当感恩我们的老祖师尊的威德力。对对对对。所以我也要更护持我们维新宗这样子。是是是，谢谢。所以听到你说哈，虽然是新学员，但是家里夫妻之间的问题改善了，孩子也这么样的精进，然后工作事业都很顺利。哦，有在上班吗？我目前是没有在上班。是。对对。但是先生上班应该也很顺利吧？
一切都很圆满、哦、真的是很圆满，真的很圆满。所以今天很高兴访问到你，我想借由你，然后呢把你的感受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维新圣教，我们老祖师尊也是希望达到每一个人的安心的境界。我们来到安心，我们的社会国家的祥和，世界的和平了嘛。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谢谢师姐之中访问，谢谢，祝福你，感恩阿弥陀佛。好，新逢我们的双十法会也是感恩的法会哦。来，师姐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师姐你到位道场啊，什么名跟咱报告一下。嗯，你好，阿奇师姐好。哎，我是嘉义道场。好，嘉义道场。哎，林土彩鸾。第几届呀？哈，班二十一届的。哦，也是刚刚出炉的啦，哈。呵，即将刚刚出炉的师姐，我想爱好问的就是安那，这两年来要升正旗班，你感觉讲入来咱的宗门，你什么对你上改善的？嗯，对我改善的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诵过经，进来门宗门以后可以诵经、哦，觉得很殊胜，还有很多感应。哦，真的？哎呀，好了好了，那好，你告诉我们感应是什么？我一直也说不上来，可是最简单的就是我想要祈求什么，我诵经以后我祈求都有圆，都有那个满愿。然后找工作我都跟老祖说，老祖我现在想要找一个工作啊，老祖就会给我两三天就有工作找到啊。我说啊，我要十一十五要诵经的，那个的老板会答应我放假十一十五啊都有、哦、真的。我跟你讲，我听说好找工作哈，不止你一个人满愿啦，有些师姐说哎都不掏咯啊，有那么做花钱的掏咯，这个老祖真的是两三天就找到一份工作呢。对啊，之前我去跟老祖结缘的时候，那是故事很长啊，我现在讲比较重点。好好，我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中文的师兄师姐诵经师傅都很多、哦、嘿嘿啊，他看到我的身体还没很健康就有工作，他们就哦你怎么这么棒会找到工作，我说我跟老祖求我要有工作，是，结果他们都一一都找到工作。哦，是，他们也都是求老祖都找到工作，他们都有那个看我这样有工作，他们也说啊，那我要去找工作做这样，要、啊、不然以前都没有什么好工作可以做，后来他们都有可以工作做，是，就是、好感动啊，老祖加持，老祖的威德力真的让我们很感动。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啊法门维新圣教，那我们的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哈，以啊火丹打个龙千里满愿这么样照顾我们，所以说我们更应该有这个福报哈。师父说让这些五福临门，也是我们一个人得到，然后真的我们的亲戚朋友就像你的朋友这样也都找到工作了，九族就升天了。我们师兄啊、哦、我们里面的师兄师姐啊，嘉义道场的师兄师姐，因为初一十五那时候我刚第一次去，哦，很多人二十三十个在诵经，在参加诵经啊。最近是我妈妈，她已经失智好多年了，可是因为跌倒了啊，这个左边的关骨、哦、破碎要开刀嘛、哦、啊，开刀了就不是很顺利啊，我都有祈求老子啊，然后他家务变化住二十天，那我就求老子说，老子你帮忙家属我妈妈可以赶快恢复，可以出来普通病房，让我们子女要看会比较方便。而且、啊啊、就三天就出来普通病房。真的哦，哇，真的，老祖那也叫修理。所以我都觉得我感应很多。哦，是是是，哇、哦，老祖够修理，担心哦，不是讲跟他修理呢，只要是咱维新圣教的人拢总修来。跟老祖求都会感应的，都会满愿，是真的。我感觉是真的，有什么事情跟老祖讲，真的。所以我常在电视看你访问，我都很感动啊。真的吗？啊、听到就是有些师兄师姐。对对对，真的很感动。所以我就说哈，来访问每一个人哦，最好就是不要拒绝。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哈，希望就是说借着老祖的法，用我们的电视台维新正道的节目把它弘扬出来，有更多的人把我们心里的话说出来了以后，像你安尼哦，我的我老祖的法哈，啊老祖给他找到头路，因得可以当找到头路啊。我在那个安养院煮饭给那个那些老人吃嘛，啊他们有时候都哀哀叫，我就说你念阿弥陀佛啦，啊我说我就两。拿那个王子的圣像啊，给他们。啊、是是，我说你好、哦，你哪要上哦？你面向当阿上，那做战机，安尼嘛做感应诶。啊，是是是是，啊有一个老人，他可以念，他就哦，真的有效呢。师姐，你做好诶呢，你做好诶安尼。是是是，太好了太好了。所以说我相信说今天我们真的巧遇到师姐在我们的嘉义道场、嗯、阿力哥来家护持很多时间出来来这里义工，如果尽量有回味我知道我都会尽量抽空来参加，是是是是是，把你这么好的讯息来分享给大家，我相信会感染很多人，而且很多人呢、啊、谢谢、啊、对哎哎对对对，那你今天就是今天来的那个我们来做法工的、哦、要写一下、哦、要哦是是好，谢谢你，祝福你，感恩阿弥陀佛。
圆鹏法师，你好，你好，阿弥陀佛。你好，阿弥陀。哎，不用再自我介绍了，圆鹏法师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桃园道场的住持了哈。哎，他都啊，哇，鸿蒙贵立好几位的学员呢，来了四十几位呢，跟游览车爆满呢。对，今天刚好是我们法工，那时候鼓励大家来，是，大家都差不多两点就搭车子来了。是，那你是跟他们一起来吗？因为晚上还要上新路的课，所以我自己开车。我也是一点半通知他们，嘿，要准备起床了。是是是。那我刚好到暹罗寺，他们也到。哦。嗯。我那改 morning morning call 这里更加炸的对了。对对对。哎，这法师不简单哦，要面面俱到哈。但嘿。拢真主动。是是是。因为在这个书的感召之下哈，在老祖的威德力加持之下，大家都很发心。是。所以尤其在这一次我们的双十叩谢天恩法会，你觉得它最殊胜的地方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我觉得我们超度我们的祖先都是代号，是啊，我们超度我们的元亲借主也是从我们的身躯上的这些元亲债主给它化解掉，是是，而且我们会过了较幸福较快乐，是啊，尤其呢我们祖先，我们较早不知道说要怎么去报恩，超度祖先就是报恩，就是大孝。是是。好，师父甲咱讲诶，咱爱感恩，吼，啊，咱爱即个知恩、感恩、报恩。是。啊，就是讲祖先伊生咱吼，啊，咱即样无法度讲实质去报恩他，就是做超度。是。是是，非常好，所以刚刚啊，我有看到就是说我们桃园道场了，哇，那学员好厉害呢，诵经调功力已经整个道场里面有10000多遍了，是不是？啊，对，其实哈，我们都鼓励同学诵经，啊，在新路一哥呢，啊，之前在11月10号已经教了10000多遍了，是。那我们桃园19届的班长他诵了7000多遍，是。啊，他师姐呢也送了3000多部了，是，我们非常踊跃，是是是，因为师父交代的，我们一定要执行。是，可是法师是怎么样来跟你的学员鼓励他们来诵经？因为诵经他们有感应，是，尤其我们送7000多部这个同修呢，他的儿子本来还要去考这个公务人员，是，但是没有信心，然后我们用意，是，用意之后我跟他讲。这个一定会考得上的，是，因为卦上呢，啊，这个官鬼旺相，月日来生，啊，这一点会调的嘛，他没有信心，你就诵经给他，是，因为在考试之前呢，这个孩子都说啊，他绝对考不上，结果真的考了3名呢，哦，对。所以有时候呢，就是说小孩子没有信心，但是他有这个资质可以够。那就差这么临门一脚，那你父母亲懂得知道用妙法来诵经回向给他，这个一脚就够了。对，尤其呢，考试了之后不见得会录取，还要比那个体力。哦。对，然后他要跑不知道3000还是1500。是。他说他都没有信心呢、啊。他看人家跑，他腿都快软了，但是呢，我们帮他用意，他会做得很好，是啊，他会成功啊。那等到他跑的时候呢，他说后面好像有人在推他，是，结果他是跑第一名，不简单。宋金还会跑步跑第一名呢，而且我们这个同修的孩子呢，以前不相信说宋金有这么好的功德，是啊，结果他发现到父母亲宋金给他。他竟然能够有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他现在也在诵经。哦，是，太好了。而且他现在是一个警察。是吗？所以你刚刚说考试考第三名还要跑步，我心里想一定是警察，对不对？对对。是，太好了，人民的保姆啊，真的也很辛苦。当然就是说事事要多祈求我们的福报，可是呢，如果我们有诵经的话，回向来给我们的闽洋两力的话，我相信呢，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福报，没有任何的阻碍。对，其实我鼓励各位同修或是信众大德，你如果有疑难的时候呢，就是念佛号，师父开示呢，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你如果懂得四字的话呢，我们就到寺庙里面，或是到我们所有唯心圣教的分寺道场去请这个经典，我们都是免费让人家请经典回去诵经，这个功德非常大。要报恩就是诵经回向给祖先，功德最大。是是是，
啊，这也是师父所开示的，我是如是我闻。真的感恩哦，因为我们知道圆鹏法师很忙，那不过占用你一点时间，你这一席话我相信呢可以鼓励更多的人，我们大家来诵经，而且全民诵经，那台湾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原点，我相信呢我们心里安定，国家社会祥和，世界就太平了，所以谢谢你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感恩阿弥陀佛，谢谢。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阿弥陀佛。还站在我身边的不用介绍了，就大家都知道了，是我们台南道场的住持圆信大法师啊。圆信法师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问候一下。各位微信电视同修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道场啊圆信法师啊，今天来到总本山啊参与共修啊，阿弥陀佛。是圆信法师，每次在法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法师这么穿梭的时候呢，实在是真的很想多访问一些法师，可是呢法师真的很忙，包括你也一样啦，所以我们可以算说在这一次我们的双十祈安叩恩法会来见面，师父说这是时空因缘不同，所以呢我想借由圆信法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一次我们的师父开示的五福临门，就是我们的双十法会的重要性。此次双十法会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十坛圆满坛啊法会，也是先前的一个工作。是。这从12月1日到25日25天的法会期间，每天以法缘供养。是。啊，事前作业就是为了这一次啊104年元月1日在林口大体育馆的中华三祖联合祭祖大典，所以说这次我们双十法会，各道场全力护持，会圆满此次我们中华三祖联合祭祖大典先前作业是。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分批次来这边护持义工啊，或者是大家分批才不会那么累嘛，因为12月1日到12月25日总共有25天的时间。我们台南道场是在什么时候有安排？我们是这个礼拜天，是12月14日，我们早上3点要从台南出发，是护持相机组，还有我们要共修，是。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的阿弥陀佛圣诞，也是新逢我们的双十法会，再来在明年我们的一位年，就是鬼谷先师天，鬼谷王禅老祖呢圣诞法会的时候啊，我们都有诵天德经哦。对，我想请问你哦，就是说在我们台南道场现在诵经的情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在师父开示，明年一位年，我们要达到千万部经典的功德，所以各道场，包括台南道场、猫道场，所有贤士同修啊，我把诵经当作自己自身必修的功课。是，早上也好，晚上说有空的时间就是诵经。嗯，师父开示，经典是最好的、最上圣的修行啊，是，也是最上圣的灵修啊。是。修观音法门就是诵普文品，诵要了解药师法门，就药师经，是地藏法门慈悲，要了解地藏经，是。所以我们中门的同修，师父开示以诵经来供养列祖列宗，是。那现在几乎各道场，很多我们台湾道场有30-40位，已经达到千部的功德哦，是送1000部以上，甚至有2000部、3000部了。是哇，太好了，太殊胜。尤其在这一次呢，我们以诵天德经为主，也就是说全世界大家的恐慌伊波拉病毒，那我们希望说伊波拉病毒呢赶快远离前几天我听师父开示了，真的伊波拉病毒好像有开始要回去了。所以这是仰仗老祖天威、诸佛菩萨的天威慈悲了。是，因为我们唯心弟子说同修，是共同发大心、爱心、慈悲心，是不分国家、不分国度、不分种族，只依照师教，是就是诵经祈求天温永息，伊波拉病毒远离台湾平安，是这是我们的宗旨。所以就是诵经可以达到我们名扬两利，
那可以利人利己。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一次我们难得就是请到我们的圆心法师呢，跟我们分享台南道场呢、啊，每一位的学员呢、啊，哇，诵经都已经达千部，有是30000部了哈。这真的是一个哎，我们最大的一个福报。也希望就是说，在我们台湾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原点，把我们的爱心，把我们的这些功德分享给全世界，希望全世界都能够平安。所以今天谢谢我们圆心法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感恩祝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